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到嚟呢一个 GeoGuessr。咁啊，上一集咧，我哋就玩咗呢一个 dumb test 啦 ，test 下你系咪一个傻仔啦。咁啊，应该就完美咁通过咗啦。我并唔系一个傻仔嚟嘅。咁今日咧就拣咗一个都系香港嘅地图啦。咁啊，我就揾咗呢一个有500多个 location 嘅地图啦。咁啊，应该就话好多好多奇怪名啦。2000多人玩过呢一只呢一块呢一个 map， 咩量词好咧？真系唔知啊！咁啊，平均分就15000多 medium 嚟嘅。咁身为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咧，咁啊一定要挑战一下嘅。咁我哋试下 play map。OK， 完全唔知呢度边度嚟嘅，我元朗嗰啲 friend 嚟啊！24271应该系元朗嚟嘅。等先啦，咁啊应该可以周围行嘅，咁我哋周围行下先，等先啦。有冇啲路牌可以话俾我知呢度系元朗嘅边一忽啊？咁啊，路政署应该可以话俾我知啊嘛，呢一忽系睇唔到啊！有新田段青山公路近青龙村 ，good， 我哋喺青山公路，等先啦，青龙村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知咧，我以前系住元朗嘅，咁啊，大概都喺呢一边啦吓，住村屋嘅，咁啊，所以都知道下嘅。哎，青龙村我揾到啦，青龙村喺呢一度，咁我哋要揾翻呢一等叫做啊孖烟通车行嘅，睇先啊，联安汽车新田青龙村。系咯，青龙村喺呢一边，即系我哋一路行，系行咗去呢一边。哎，马尔通车行，顶，点解我揾唔到噶？仲唔俾我见到你？哎，真系啊，马尔通车行喺呢一度。咁即系话我哋系喺呢一度，金骏汽车贸易啊，呢一度5000分 ，yes， 5000分啊，香港人啊！OK， 又是山卡拉地方啊？点解又咁话我去翻啲城市啲嘅地方唔得嘅咩？有冇啲过龙，哎，见到，玉泉原泥 ，OK， 系少少嘅资讯嚟嘅。有冇地点之类嘅？好似冇噃。咩有个小巴？我睇下个车头写咩先。坑口港铁站 ，OK， 咁呢度应该系将军路啦。将军路嘅咁偏嘅地方就喺将军路村嗰边，但系我哋要继续揾呢一个线索咧。你咁样走法好难走到去咩噶？等先啦，呢度有等学校定咩咧？有乜路牌俾我睇下？但系我已经 miss 咗，睇唔到咧。呢度写住清水湾道大榄大埔仔啊，清水湾道系嘛？大埔仔，清水湾道就喺呢一度啦。OK。但系呢个所谓大埔仔喺边度嚟啊？呢度系一啲村屋咁样嘅嘢嚟嘅。好啦，所以大埔仔，诶，有巴士站噃。等先啦，清水湾动物医院有冇啲大埔仔茶餐厅？哇！咁我哋应该系一路行一路行，行到去呢一边喎。咁我揾下有冇嗰个咩园艺先。Villa 系咪呢一个？好似唔系喎。但我哋应该就喺
大埔仔茶餐厅，如果我哋一路向呢一边行嘅话，第一个路口会去咗香港科技大学，系咯，似啊。跟住如果继续行嘅话，会去咗好辣邵氏片场。呢度似系呢一度咯，似我 miss 得太快咯。哦，呢等嘢哦，我原来一直都睇唔到啊。咁我哋系近呢一边啦，咁所以系呢个位置就应该系喺呢度嘅。我唔知啊。哦，都差啲，差五十几米。哦，呢、這个好难估啊！点解呢个位置可以咁难估啊？我真系，我觉得我估到真系太劲。OK， 呢度喂好熟口面喎、啊、呢度。OK， 哇，系好熟口面喎呢度啊，有啲熟口面啊。OK， 呢度应该系新界环回公路嚟嘅。哎呀！唔觉意自爆添，先呢个位系喺哇呢张图都几耐下以前咯，如果系嘅话，一路行下先，我真系唔知啊。呢度似系向上水方向啦，因为睇你睇几多工地，但系咁样睇法都唔似好耐以前，因为依家都系咁样。睇先吓，上水及元朗呢一边咯。哇，咁我哋要走几远咧？呢一个位先，我走好远喎，油站喺呢一边，油站喺呢一边，即系话嘉德士呢边好乸远嘅，认下周围有啲咩？啲咩先嗱？铁路咧就沿住呢一度嘅，个村就哇呢、這个真系估唔到啊，估唔到啊呢一、這个位，唔使点转弯咯，估大直路嚟呢一度，睇先有条行人天桥咁揽过去嘅，但系佢呢啲未起好嘅，应该 Google Map show 唔到嘅，唔知道啊，求其估啦，我真系。啊，六百几米啊，仲要咁远啊，哇，好远喎呢度真系，但系估啱估啱方向嘅，系啦，啱方向嘅，四千几分我 OK 嘅，接受嘅，接受嘅，好啦，红磡，哇呢等嘢一睇就知咩啦，佐敦道红磡去呢边，咁啊呢等嘢就好乸出名嘅应该，咁啊呢边系呢边，可唔可以睇埋？条路名咧，佐敦道喺呢度，咁另一边咧，另一边系渡船街，红磡向呢边，佐敦道，佐敦道，佐敦道喺边噶喂？我唔系九龙人嚟噶喂，佐敦道渡船街咧。Ferry Street，Ferry Street 呢一度，渡船街呢一边，佐敦道喺呢一边，咁啊向红磡咪嗰一边，先睇下渡船街呢一度，即系我出翻嚟，喺渡船街呢一度，出翻嚟呢个位先，即系我依家就向佐敦道喎，即是说我是这里这一条渡船街嘛，即是这里我们是不是来啱地方，好怀疑自己，我现在这一刻十分怀疑自己，完全不知道是不是估啱地方，是但 make guess 哦 ,3.1 米，唉 ,5000 分话都没那么易，好了最后一 round 了，那么这里就 OK， 我又大概估到了，睇埋條路先，佢咁樣轉入嚟，
咁样转入嚟嘅。呢个位应该会比较近科学院。睇先啊，佢冇边个位突然间转入嘅？呢一度，但系呢度都可以转入嚟嘅喎。咦？tricky part。呢条路系咁样搭过去噶嘛？我觉得我哋似喺呢一个位啦。我哋嘅原本嘅点，估，哇，都争少少，哎，争200几米，但系接近接近接近嘅。我觉得呢个位冇错，但系咁近咩？应该冇咁近啊嘛，真系。好嘢，咁啊争少少咧就可以攞到完美25000分啊，但系。咁啊，測試完啦，除咗呢一個之外咧，其他都盲準嘅，啊幾準嘅，咁啊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合格嘅香港人。咁呢張地圖條 link 咧，我就會擠喺呢個影片簡介入邊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入去玩一下啦。咁如果你中意睇我呢一個系列咧，就記得留翻個 like 啦。如果你想睇更多，就記住訂閱我 Phoenix Black， 同埋記得撳個鐘仔接收呢一個最新嘅出片消息啦。咁我哋下次喺 Geogazer 再見啦，拜拜。